气啊，怎么转过身就能忘记啊，思念像书本里的笔记，痛苦的想要把你放弃，是什么让这感觉像化学反应，不愿再去触及有关你的回忆，删除不掉的记忆缠绕着我思绪，爱还是朋友吗？没有关系令人尴尬，那专属位置是否有人坐了呀？每次出现泪水无法控制持续蔓延，独自关在房间像是轮回，好像失去你焦点，不再是你话题的重点，翻来覆去彻夜难眠，是否捂住了底线，不敢说也不敢直视你的脸，对你说的话还有一记，就算转身也不曾忘记，是什么原因中断了化学反应，是否还能触及有关你的回忆，删除不掉的记忆缠绕着我思绪，爱还是朋友吗？没有关系令人尴尬，那专属位置是否有人坐了呀？每次出现泪水无法控制持续蔓延，就算转过身也没